先生、女士，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降落在墨西哥市了。本机机长在此诚挚地欢迎你们，希望你们在此地能够有个美好的回忆。现在本地时间是早上5点，当地温度为16度，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。今日的墨西哥城。墨西哥城是墨西哥政治与经济来源最重要的城市及首都，占全墨西哥1%的土地，并占有10%的墨西哥人口总数，面积为1500平方公里，其中42%为未开发的绿色区域。我们有870万名人口，250万个家庭，平均每一个家庭有3.5个人，
在一天当中有400万个工作者会来到这里，共将近1300万人在这城市里活动。这也表示墨西哥城并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。在这 80% 的市民使用大众交通工具，好比地铁、电缆公交车、公共汽车、的士，甚至是自行车。在墨西哥市一天当中，大约有2200万趟旅程在此移动。在墨西哥城里，一般工作阶层的市民平均一天在工作与返家之间，需花费至少3个小时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上。所以，为了让大家能够节省更多在计程车上所花费的时间，我们开始为这城市做了些的改变，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，并做了许多更加完善的都市规划，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更加的舒适与美好。我们也很重视绿化环境，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减少了34%会加速地球暖化的气体。今天墨西哥已经不再是地球上最受污染的城市了。墨西哥市力图提高人民的舒适与福利，线下有许多针对老年人、学生、未婚妇女以及弱势团体在经济上及社会上给予协助的方案。这是一个懂得保障市民权益的城市，我们在乎人民的教育、健康、文化以及安全。一天又一天，我们的都市品质越来越进步，人们的生活空间也越来越好了，这全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城市以及更美好的生活。